来了，剪头发完之后，哦，你看，啊，白永雪一共，哦，剪了这些头发下来，啊，加这头毛就是讲，有人在说这一组啦，他说什么头发啊剪不断或怎样啊，我听你忽然我就剪给你看，这一组990，刮胡刀，哦，剪头发什么东西样样来。直播请看白永雪那个第二教室，刚刚已经直播过了哦。这个，所以这里是啊，我们用我们的行动哦，实力来证实产品的哦好坏，分享给大家。你若对着直播的看，你就知啊。哦，疫情在家自己剪头发，安全又省钱。当然哦，你有固定的那个啥。那叫啥小设计师就给你刮上好，啊！但是我是为着要让还这一组公道，因为有人在甲注射嘛，你注射，我都拍给你看，就大概这些头发。